哎，陳師傅，歡迎歡迎，哇，高大威猛喎嚇！而家仲有出賽打緊搏擊㗎係咪啊？兩年前元老組啦。元老組，而家搏擊有元老組嘅咩？唔係計磅數嘅咩？唔係，真係玩下咁啊！都有辦法係咪啊？係嘛？介紹下你堂手門啦，你師兄啊嚟過㗎啦，都打過㗎啦，咁你又介紹下。咁啊，等啲即係等啲觀眾啊，或者等澳門街啲市民或者啲遊客加深啲，因為點解咧？其實我哋有一度好，有一啲咧擔凳仔嚟嗰啲咧，就係街坊嚟嘅呢啲場。咁啊，有一啲咧，總之聽到鑼鼓聲埋嚟嘅。咁所以你介紹多次都冇壞嘅嚇。係，你介紹一下唐守門功夫啊。各位澳門嘅朋友好。咁啊，我係嚟自香港嘅中國唐守門體育會，我姓陳嘅，叫陳鑑波。咁我哋門派就唔係好長歷史啫，就係我師傅係1971年創派。咁我師傅咧就係本身一個文人嚟嘅，教書佬嚟嘅。咁我哋門派咧係比較注重係搏擊為主啦，因為我哋嘅同門兄弟咧有一半嘅同門兄弟都會係出去比賽過嘅，係吸收下嘅擂台經驗咁樣。係，咁喺依度唔阻礙大家啦，我開始表演。好，好，咁啊，請大家細心欣賞。係，咁由陳鑑波師傅咧為大家表演嘅係威漢萬字拳，有請。多謝多謝多謝啊！好，係跟住落嚟咧，亦都介紹啊！好，特邀表演，好特邀表演嘅嘉賓係莊少平師傅嘅，係嚟自澳門南北武術學會嘅。咁佢為大家表演嘅係八極拳。由澳港紫山結義堂國術健身會為大家表演的是千字拳，表演者是伍家明，有請。Thank you.
嚟咧，仍然係由澳港始山健兒堂國術健身會嘅詹兆德為大家表演嘅係鎖喉槍，有請。施陣演出啦，咁有陣時候，師傅點解有啲拳你又介紹，有啲唔介紹呢？咁其實我哋呢個咧係長壽節目嚟嘅，今年咧由五月份到而家咧已經今次係第13場啦。咁我哋有三個基礎會咧，一個係羅良體育總會啦，佢本身咧就係都係蔡利佛拳底嘅，咁咧有亦都有一啲少林嘅武術啊，北派嘅武術。咁咧工人武術健身會咧又係蔡利佛拳底嘅，咁咧嗰個澳港始山健兒堂咧，佢呢個係五型拳嘅拳底嘅，咁所以咧佢哋有啲咧即係話長年表演咧，咁我哋間中亦都會訪問佢啲師傅啊，介紹下佢哋門派啊啲成，咁有啲外來師傅咧，咁我哋就先訪問一啲外來嘅師傅，講一講其他嘅門派，咁有陣時佢哋嘅會嗰啲咧，亦都會介紹一下啊。咁喺呢度咧，亦都去報緊陣咧，亦都借少少時間咧，同大家講一講拳經裡面啊嚇啊，仰手打鼻梁，回手打胸膛，啊有力就正中。通常無力走兩旁，咁啊點解咧？其實咧呢個拳決就係、是、其實功夫嘅嘢咧，好多隨手亦隨機應變嘅。當然你自己要內外兼修啦。講真的，你有整勁有內功係嘛？因為武術裡面打嘅力就唔係力，係勁，勁係一個合力，合力裡面咧可以用意用氣嚟催力嘅啊。咁啊所謂叫有力正中上，無力走兩旁係點解？即係一個大人，你同一個五六歲嘅細路仔去打，咁啊仲使咩咁多功夫啦？一個橋正面上就得啦，唔使耍來耍去啦。好啦，無力走兩旁就係頭先嘅一飆嚟嘅，你一個三個馬飆落去就落去呢邊啦，可以喺呢邊去啦嚇。或者我直情我唔接你橋啦，因為拳決裡面都有偷橋漏打噶嘛，成支橋偷咗，即係我唔要你嘅，你橋來橋上邊啊嘛，我偷橋成支橋唔要，我就打你啦，一個伏眼就已經係上咗去啦，我唔使接你橋啊，你大隻我唔夠你力嘅，咁但係我已經橋都唔接，我就喺側邊打咗你啦，咁所以功夫嘅嘢咧可以大家力鬥力，亦都可以啊偏身走，喂揾個師傅嚟。介紹一下你個青陣都好喎，係咪啊？俾個麥啊，擺嗰只鐵子咁靚，係咪啊？係。大家晚上好，我是姓高的，是我代表始山健兒堂的。今天我們帶來的是一個蠍子槍的，那雖然這隻蠍子是一個道具，但是當我們玩起上來的時候，就當作一隻真的蠍子來吃的。那我覺得今晚大家各位街坊可以留意一下我們那隻獅子去怎樣去處理這隻蠍子，究竟是在前面吃、後面吃、首先是吃些什麼呢？大家可以先留意一下，我先賣個關子先，之後可能師傅就可以幫我們再介紹一下。因為蠍子呢，蠍子你看看它很多架生，又有兩隻鉗，又有個尾，是不是啊？個青就在前面了，好嗎？是，沒錯，沒錯。好，那麼準備好了嗎？好，那麼請大家細心欣賞由澳港始山健兒堂國術健身會為我們表演的蠍子青。Thank you.
好了，两个发。
青成功啦。嗱，呢條啊嗰個蠍個毒蠍尾啦。咁佢點彩青咧？就先制服咗嗰個蠍子尾，嗰啲冚棒全部要嘅，可以再翻煲嘅。跟住咧就喺後面上咧就壓住佢，去咗眼，去咗鉗啊。咁然後咧，先至再嚟去埋嗰個蠍尾，然後先至採青啊。咁因為咧，其實咧，武藍絲係一個象形嚟嘅。咁佢象形咧，咁你話哎呀，師傅不如喺前面攞就得啦。逢親係蛇啊、蠍啊、蜈蚣啊呢啲咁樣咧，都唔可以喺前面嘅，因為佢前面有個防守啊嘛，係嘛？好啦，到呢度咧，今晚嘅節目咧亦都係完結嘅。我哋喺11月19號星期六，同樣嘅時間、同樣嘅地點，有唔同嘅師傅、唔同嘅節目為大家演出。好多謝大家到場嘅欣賞，好多謝澳門嘅同埋香港嘅嘉賓嘅鄧耀師傅為我哋演出，好多謝本澳嘅師傅落嚟演出。好啦，而家嚟張大合照，嚟完之後就完結我哋今晚嘅晚會。係，你都幫我影張相。好啦，你開始。好，可否幫下手撳撳機啊？一陣，幫下手撳撳機，撳呢度得噶啦。轉咗個面，撳呢個。